站住！什么人？大小姐，眼睛瞎呀？姑奶奶都不认识啊？我们指挥官说了，这大门随时为您开着。哪来那么多废话？ 王八犊子，啊！敢他娘的出卖我！为了几个臭钱，出卖良心，想要我同劳苦的命。虎子，把他们都给我押出去！是。出来，走，走，快点！我咋回事啊？我的人呢？ 这帮狡猾的混蛋又摸回来了，我们来晚了一步。哎，救命啊！刀哥，别开枪，是自己人，让他过来。刀哥，这傻大个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到底咋回事？寨子咋空了？土老虎回来了，他把兄弟们全宰了，还把大洋。 还有粮食全都抢走了，铜老虎回来了，哥，哎，我在这里呢，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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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来了，哥，哎，干啥呢？我让你看家呢，家怎么看的？在井里给我看家吗？这铜老虎杀回来了，人太多了。 哥，你先把我拽上来，哥。哎，拽我这，哎，哎哎，哥，哎，他娘拽你，看家，在底下看吧你。太君，看来我兄弟说的是真的，真的是铜老虎杀回来了。 一帮废物！谢谢啊！把那大碗给我留着！别说了，哎，都全满了！你们都有，别抢！干啥呢？没吃过肉啊？ 没吃过肉啊！你看看人家抗联，都在排队呢，这是规矩，排队去！同志们，看到这些肉没有？这都是佟大当家的给我们送来的，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佟大当家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 哎，兄弟们，想当年少帅入关，我也是满腔热血，想一心报国呀。可是后来，日本人来了，我们也敢动一枪一炮。为啥呀？咱人少啊，这么少的人能跟日本人干吗？没办法。
我领了一群兄弟上了虎头山，建立起虎头山山寨。本以为壮大队伍后能跟日本人干一场，可是这一刀就是十几年。直到我遇到你们，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打小鬼子不在于人多人少，关键是勇气和信念。李队长，今天我代表虎头山的兄弟们给你表态，我要参加抗联，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。好。佟大大家的欢迎，热烈的欢迎。只要我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鬼子，总有一天这些小鬼子都会被打出去的。打鬼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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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鬼子。少爷，刚起啊？啊。哎，少爷，这佟大当家的还行，给咱们拿了不少粮食，这回咱不挨饿了。我先过去帮他搬去啊。哎，坤子，问你个事儿，你上次被抓是白金山出卖你的吧？你问这事干啥呀？白金山要是汉奸，我饶不了他。我担心我姐在他身边也有危险，我想把我姐接到乡下老宅住几天。啊，就这事儿啊？这事儿交给我办，我就是豁出命来也把姐接出来。用不着你去，刚捡条命还给送回去啊？你们谁都不能去。既然咱们已经怀疑白金山是汉奸了，就都不能去冒这个险。你放心吧，我有办法让春梅姐接到你的消息。大佐，京都からの電報だ。よかった。天皇陛下がようやく秘密計画を認めてくださった。もう隠れる必要がなくなった。見ておけ、間もなく大日本帝国の新たな未来が到来する。大日本帝王の日、ついに来ました。すぐに病院へ行こう。純子も呼べ。はい。第一組、安泰病院の門の中心に注射撃点を設置しろ。第二組、300メートル範囲に鉄線を作れ。出発。はい。鈴木純子、先ほど東京軍部から電報が入り、秘密武器の大東亜戦争での使用が議会で可決された。だから短時間以内に大量の武器を組み立てねばならん。どうだ、これが我々の実験室だ。ここの護衛は君に任せる。秘密計画を順調に進めるために何人ぐらい必要かね。渡辺君には病院の周囲を守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。中の防衛はだいたい20人くらい必要です。よし、渡辺君、鈴木君に協力して病院の人間と物を守るんだ。特に銀行から輸送してきた物資は2つの部隊に守らせろ。はい。这些物资和我们在银行门口看到的是一样的，这说明啊，他们已经悄悄把这批物资运到这儿来了。可我们盯了一天了，也没见着小鬼子什么时候运过来的呀。小鬼子做事一直神出鬼没，你看不出来的。你看他们办得那么小心，
估计是什么危险物品。那咱们赶紧赶回连队吧。走。金山，你放哪儿了？哦，到底放哪儿了呀？哎呀，就在那老地方。快点啊！哦，来了。这是你写给谁的信啊？生意合伙人。最近那个南野有没有来找你？他不来找我不是很好吗？你还盼着他来呀？他一辈子不来找你，我才高兴呢。我要出去买点东西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我特别想陪着你去，但是我太忙了，还是让喜贵陪着你吧。